哦，起来了，赶快梳洗一下，吃早餐吧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只知道你喜欢吃煎鸡蛋。 吃完了，你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？如果有机会，我希望我们这个家可以改变一下。这个房间还是太冷漠了。 怎么改变？也许我们之间，如果我能有一些变化，也许能让你过得更好一点。你是在怜悯我吗？不需要，我的生活是我自己选的。 你也不需要再说这样的话了。